今天是父亲节，高雄兽安动物园特别表扬了园内有15名的男性保育，其中照顾这个动物明星非洲象阿里的保育员，之前呢一养就是将近40年，从阿里小时候开始照顾，所以人象的感情呢被这个园方形容就好像是形同父女。而这个保育员退休之后，由这个新接任的这个保育员要来接手，这个新的保育员说真的是花了相当多的时间，来听一下他的访问。那个饲养员刚退休的时候，前1-2年他看到什么都想破坏啊，像那个柱子都被他撞断了，要走到他面前这样子花了我2年多我才敢走过去，不然的话他给我感觉就是他想要甩我。这个要照顾动物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其他呢像是这个冠豪猪的保育员，他说呢他眼前照顾的这一个是去年8月诞生的，也是从他差不多出生1个月之后就几乎是天天陪伴，到现在相处的过程感觉呢就也很像是家人。每次这个冠豪猪小芋头一听到这个保育员的脚步声，甚至闻到他的气味，就会冲出来迎接。而在这个父亲节这个日子，这些辛苦的保育员就像是动物们的超级奶爸。